练习22，身体一扫描，找一个允许的时间，不被打扰的空间，一样可以选择站着、坐着或者躺下来。依照一个舒适而稳固的姿势进行这个练习。有了先前的基础，接下来的身体扫描，我们会更仔细一些，或者停留更长的时间。当然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，在某些部位多停留一会儿。调整好姿势，接下来将注意力带到身体起伏最明显的地方。直到空气从鼻尖进出。感受胸膛因为呼吸而起伏，或许也能感受肚子因为呼吸的鼓胀与紧缩。像一位旁观者，如实客观地观察呼吸。不刻意，不费力，知道它正在运行。吸气，知道在吸气；吐气，知道在吐气。将注意力带到身体与地板或瑜伽垫的接触面，感受现在这个接触面与地板或瑜伽垫碰触的感觉，也许是温热、冰凉，也许是粗糙。细致、柔软、坚硬，皮肤的触感，也可以感觉到身体的重量就在这个接触面上。直到在这个空间。是安稳的、安全的，将自己交付给大地。将注意力带到左脚的脚趾头，感受脚趾头。指缝，现在有什么感觉？也许可以感觉到跟袜子的接触，或者空气的流过。也许感觉明显，也许感觉不明显，都好。都是感觉。再将注意力带到脚掌、脚跟，也可以感受到脚跟与地板的碰触。觉察一下现在的脚掌有什么感觉？或许有些麻麻的、痒痒的。或者没什么感觉，都好，知道就好。
脚背、脚踝，再将注意力往上到小腿、膝盖，觉察这些地方的外侧、内侧、皮肤的触感。以及内部的肌肉、骨骼，甚至可以感受到血液的流动。也许有些酸麻胀痛，也许感觉不明显，都好。再将注意力往上。到大腿，大腿的根部、外侧、内侧、上面、下面、外在、内部，看看有什么感觉。也可以觉察一下。原本有感觉的这些感受，会不会变化？将注意力带到右脚脚趾头，感受脚趾头与袜子或者空气的接触。将注意力再带到脚掌、脚跟、脚踝、脚背，感受整个脚丫子整体的感觉。再将注意力轻轻的往上带到小腿、膝盖。感受这些部位的皮肤触感，内在的肌肉、骨头、血液，感觉什么就是什么，领受它，接纳它。重点在于觉察的过程，而不是觉察好或者觉察不好。感觉不明显，知道就好。再将注意力往上，到右脚的大腿。大腿根部、外侧、内侧、上面、下面、皮肤触感、内部的肌肉、骨头、血液。无论是酸麻胀痛，或者感觉不明显，都好。如果注意力不小心跑掉了，就再轻轻的带回来，没有关系。分心知道分心，再带回来身体的感觉就好。再将注意力带到骨盆、臀部、腹部、生殖系统，感觉这些部位的外在、内在，也许还能感受到肠胃的蠕动。
再往上，将注意力带到腰部、后腰部、腰的两侧、前侧，整个腰的感觉。轻轻的往上，将注意力带到下背部、上背部，可以感受到背部与地板或瑜伽垫的接触。再将注意力带到胸腔，觉知自己正在呼吸。觉知心脏的跳动，也许规律，也许不那么规律，知道就好，不需要去评判它，客观如实的观察、接纳。再将注意力带到肩膀，觉知肩膀现在是紧的、松的、硬的、软的，或者感觉明显、不明显也好。再将注意力带到双手的指尖。感受指尖现在碰触的感觉，皮肤触感，内在的肌肉、骨头，也许有些麻麻的、刺刺的，或许感觉不明显，都好。再将注意力带到双手、手指头。手背、手心、手腕，下手臂、手肘、上手臂，感觉两只双手整体的感觉。领受身体带来的感受，有什么感觉就是什么感觉，知道就好。再将注意力带到肩颈，感受肩颈的状态，外在的抚触。内在的肌肉、骨头，感受整个肩颈，也许是紧绷、放松，再往上，将注意力带到头部、后脑勺。与地板的接触面，感受一下现在的感觉，觉察头部头发覆盖的地方，感受现在的脸部、下巴。牙齿、嘴唇、脸颊、鼻子、眼睛、眼窝、太阳穴、
额头、头顶。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外在，抚触感觉，内在的肌肉、骨头，或许能觉察现在的牙齿是紧咬的还是放松的，舌头的位置在哪儿呢？也许能感觉到太阳穴、血管，或者是血液的流动。如果觉得有点紧缩，也可以稍稍的调整。深吸一口气，再缓缓的吐出。让它放松一些。知道它的状态，知道身体带来的感受。如果愿意在此时做点调整，也可以试试。但无需去期望这样的调整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而是跟我们自己的身体觉察它的状态，然后让它，也许就是跟它互动、放松，觉察这个状态。并不是要期望有好的感觉，而是知道他现在的感受。再动动，或者是深呼吸，然后再观察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。再将注意力拓展到全身，可以将注意力放在身体最有感觉的地方，感受一下这个部位现在是什么感觉，观察它是否有些变化。也许本来觉得酸麻，在观察之后一段时间，也许发现这个酸麻会跑来跑去，不是固定在同一个地方，也或许在观察这个感受的时候。发现它会越来越深，或者越来越浅，或者强度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弱，都是可能的。无需抱着期望，而是如实的观察，知道身体带来的感受，领受它。接纳它，在给自己几个呼吸之后，即将结束这个练习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。再多练习一阵子。